来，爸爸，请吃呀。你这时候不敢吃。好吃的，快。今天大家分去看老中医了。对，去看一下越南的老中医，拿点药。最近身体比较虚啊。什么老病啊？什么？他说你有病。没有病，调你身体。好，我们爱。啊，小他们懂的，调你一下身体，然后因为最近比较虚，比较疲劳，然后尿频，不好意思说了，去在越南老中医那里拿点药，啊，是吧？哎，越南老中医好像也是中国传过来的吧？也是吧。啊。看看越南的老中医效果如何，然后贵不贵？对，我这个老中医也是我爸妈介绍的。啊，经常看的是吧？经常看的。专门给男孩看病的，效果也比较好。那现在出发吧。OK， 走。三妹，给你看一下，走，一起看看有没有，到底有没有病？怎么病啊？你乱说，别把姐夫的名声搞坏了。这就是越南老中医住的地方，没有什么门面的，在这巷子里面。这就是越南老中医的房间，这里一般人不知道的啊。是的。都是他是帮这所有的附近的人看的，对吧？对。大部分都不知道。你拿五天还是十天？拿十天吧。十天。一般十天两个疗程嘛。准备抓药了。他说这个药十天挺贵的。多少？130万。130万？400块钱？也不算贵嘛。我也不知道。家人们，十天的药，400块钱。然后这个老中医他是跟我们说挺贵的，对中国来讲还好吧，我感觉。都没有开药方的钱，中国这已经包含了那个药方的钱了，对吧？对。全部的钱是吧？那也不算贵啊。懵逼，上面很懵的，在看着。给三妹拿点药，就搞掉这个痘痘。你问他可不可以？你问他可不可以？我都忘记了。抓了很多种药了。主位，哪给你8月浪软？哎呀，我来去浪给你，我做了8月浪的。挺浪微博。多浪漫，2014年。4年啊。10年了。十年了。保了的非常好。这个也需要水了。哦。他有两个，已经得到两个什么？奖。两个奖奖了。啊。两个中医，两个西医，引进来。哦，这个还有两个奖，家人们。对。这个中医医生，还有是西医医生吗？哦。这么厉害。难怪他这么有名，在这里面小巷子里面没人找得到，牌都没有，但是人都知道了。这里面都知道，外面都知道。这么大一堆10多种药。上面睡着了。辛苦了。这么大袋，慢慢吃，不急。家人们看一下，好大袋啊。你看这个还会写中文。还会写中文啊，这么厉害。好了。中国也会写。赶门族啊，拜拜。拜拜。OK。耶。耶。好聪明这小孩。拜拜。啊，这是我以前的是吧？对。那你去帮我煮啊。好。
现在煮吗？对啊。现在我帮你煮啊、哦。嗯。要按时就要。好的，肯定按时吃啊，不按时吃，今天怎么能我喂饱。知道吗？刚好一碗。来看，要煮好了，我们一起去逗阿凤一下哦。激怒一下圆圆家吃药，吃药了！哇，这么大一碗，分两次啊！吃多好的坏？太多了吧，家人们看一下，这么大一碗。看，哦，你来，大郎请吃药。你说这个我好怕呀！家人们，这么大一碗，为了。为了今年的什么啊，家人们？什么啊？如果明天直播看不到我，你们懂的。你先喝一口嘞。搞。傻事抖一下。No。是男人，我一定能战胜自己。有点甜，怎么回事？甜不是果吗？不果呀，甜的。你是不是怕我吃不下饭糖了？是不是？哎，好了，加油加油！拜拜拜。可以了，咱们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加油啊！真的够了，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，加油了，击个掌。OK， 家人们，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明天我们去接二妹，去看一下越南小姨子在河内读书的地方学校，看一看住的是什么环境，看看你二妹住的是。什么宿舍？嗯，他在外面住的是吧？外面住。突击检查。嗯，家人们，突击检查二妹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记得点赞啊、哦！关注、哎。三个视频我们拍五十万的粉丝，中国人好团结，现在点赞差不多七八千点赞了。嗯。哦。谢谢大家，这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